IVE 日前带着 IM 回归，不止歌曲好听，就连 MV 也是非常精致。前 IN MV 的导演登上了电台节目，跟 Seven 荣仔永远的好朋友，透露除了拍摄 IN 时原因的手不慎受伤，严重到了还要送急诊缝七针。当导演认为原因会好好养伤的时候，稍微休息两天的原因竟然出现在了拍摄现场。中에일곱바늘이나꿰맸는데저그때진짜현장에서그렇게놀래본것도처음이고如果仔细一点，可以在 MV 中看到一点点伤口的残影，甚至在机场路上原因的手肘更是贴了起来呢。看到原因这么敬业，真的让人骄傲又心疼。希望未来新传可以小心点，保护好女孩们，要不然粉丝真的会非常生气的。